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会健康，怎么样动才可以帮助你瘦得下来，做安全的运动又能够让你身体看起来更健康。男生呢看起来有人鱼线，那女生呢看起来有马甲线，而不是所谓的大富翁大富婆。因此在节目的健康101的单元里头，我们会邀请到国内知名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每一周呢，每一个单元呢，都为观众朋友精心设计属于观众朋友们的运动。如果你没有时间走出户外，而且你的时间也只有在礼拜四呢比较有空档时间，就欢迎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健康101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单元一开始，我们请到我们很久没有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的 Even 老师。Hello， Hi, 大家好，老师好。这是一个活力的一天，对不对？对，没错，因为夏天要到了。对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在户外的时候，那就是要防晒嘛。是的，男生会不会注重防晒啊？我是还好啦。对啊，可女生会比较害怕，对不对？因为现在紫外线其实系数都还蛮晒的，其实都还蛮严重，所以其实。可是那不是看起来很健康吗？有一点黑黑的感觉，才不会觉得像东方。但是你那个叫过，现在太阳晒完之后都会过度，你差一点防晒再晒还都黑，可是这样健康会比较肌肤。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观众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健康看我们健康一零一的节目，对不对？没错，对，这个礼拜四。那老师就是贝蒂老师说你是属于智慧型的运动。没有没有，对，比较你们比较智慧啦，对。我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对不对？对对。那老师今天要带给我们观众朋友什么样的运动？我今天带来课程是疲于塑身。疲于听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疲没有，就皮拉提斯的疲，然后瑜伽的瑜。皮拉提斯，所以把这两个概念凑在一起。对对对。然后我们今天会带里面比较属于 flow 的版本。那什么样的观众朋友适合做这样的运动？任何年龄层，包含小朋友都适合做。对，因为我们会先从停。然后最后把它变成转换成动，所以不需要跳动，只是身体的活动这样子。对对对对对。那是这个课程到国内是大概是用，我们应该怎么讲？就是引进来的时候，我们是运用什么样的概念去接受这样，让观众朋友接受这样的课程？其实因为现在很多瑜伽跟瑜伽的族群啊，他们其实都是强调在柔软度，可是我们去发现说，其实柔软度跟肌力应该是要并存的。我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没有肌力，就不会有柔软度，对，因为它没有办法用力伸展到它的肌群。对，反正是把它整个韧带，就变成整个韧带关节旁边的韧带全部都把它拉松。对，反正 对，因为大部分都就拉拉拉拉，最后说，很多瑜伽老师，印象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以前那一个年代的老师或者是同学都会包一个膝盖的护膝。对啊，对，就是因为他们关节已经松掉了，然后肌肉又没有力量，对，没有办法保护关节。所以老师，那我们今天是穿着鞋子运动吗？我们穿鞋子做就好了。那观众朋友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可以脱鞋。打赤脚，对，就是尽量穿着宽松的，因为等一下可能会比较多的活动。对，就是轻便的衣服啊，譬如说，然后你可以穿譬如说棉裤啊，或者像这种漂亮的衣服啊，对，棉质衣啊，快干衣啊，只要可以抬起来就好了。对，只要可以抬起来。对，其实我们没有很多抬脚，可是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动作是专门针对，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平常走路的时候都会往前。对，可是你有看到我们很少做往外绕这个动作？没有，没有。对，但是我们的髋关节其实它是一个会旋转、活动的。对，它是可以转动的。转动。所以其实我们会，待会我们会有一个动作是把脚往外打开来，然后两只脚一起蹲。所以我们有练习臀部，有练又帮助。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活动范围会不会宽？场地需不需要很大？因为你就是把手伸出来。
然后绕一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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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的今天的皮语的活动范围，对，打开绕一圈，对，我绕绕看，对耶，好，我要打到，对，然后其实我们会有八个动作，八个动作，今天这么多啊，对，八个动作，但是其实我们会先从简单的，然后再进阶，进阶，好，对，可能就是原本是两只脚都着地的，然后变成可能有一只脚着地这样。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很简单，就是把两只脚并在一起。好，我们称之为三式 mountain。哦，三式，三式，对，三像山一样强壮。不是一二三的三，三式。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脚跟、膝盖跟我们大腿内侧都要并在一起，并起来。对，所以你会不会感觉，屁股好像当你并起来，屁股有没有稍微夹紧？对，都会靠近的。对，就是好像。所以如果打开就会松松的。对，打开也不会松松的啦，但是我们打开自然就会放松。对，我们一样就是从三式之后变成侧弓箭式。侧弓箭式，对，就是把我们右脚轻轻往旁踩，右脚膝盖脚尖，左脚不动，所以你可以选择把手放在大腿上，对，还可以选择手叉腰。好，对，那重点是屁股不要推一边，要把它往正后方，所以你会感觉有大腿内侧、臀部这样子。好，重点是外侧脚一定要对准膝盖脚尖，因为有些人都。对，有的人对，就是这样，对，这样很危险的。对，这样压力全部都在膝盖上面，所以我们要想象把你的膝盖对准你的脚趾头。对，然后多低就看你想要多少，低一点就比较多，高一点还是有。对，所以按照每个观众朋友自己的程度对来实施。对，然后回来就回到三式。好。对啊，从三式之后，对不对？第二个动作，把右脚同一只脚往后。往后，对，但是脚跟要提起来。我们都习惯往后的时候，对不对？脚跟就往下踩，对，没错。但是我们要想象把屁股夹回来，然后后脚膝盖微弯，所以这个叫弓箭。等一下，一美老师，你看，好，观众朋友看一下，他这个脚，整个鞋子或者说你的脚底板，脚跟是跟地面上垂直的。对，好，这个力量很重要，对不对？脚趾头的力量好像。对，因为我们其实脚背上也有肌肉，可是因为大家都穿了鞋子以后，都疏于训练，所以脚很容易扭转。对。所以我们要训练这里，脚背，对脚背，然后其实这个臀部的力量也还在。好，对，完之后再回来，然后换边。没有，没有，还有。我们可以从这里，进入到飞机式。飞机式，对，所以我们可以把身体前从这里。不是从这里哦，所以你背要直直的，身体要直直的，然后身体想象往前。对，所以你要重心移到这个脚，对，然后你可以的话，就像秉霖老师一样，把脚抬起来。所以抬不抬就看观众朋友的选择。因为其实重点是你要往前的时候，其实核心就会启动，然后你会折髋，大腿的力量会往上提。对，所以观众朋友试试看，如果你真的站不稳，不要勉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些阿公阿嬷们，习惯就是往前，然后多做几次之后，你发现脚会越来越可以提起来一点点，然后不稳就赶快放下来，不稳就赶快放下来，对。但是穿鞋子，因为它有高度嘛，所以它会比较不稳一点。对，其实打四脚是比较能够站得稳，或者是像我穿，像我这种，对，就是这样比较柔软的，对，就脚底板，对。所以穿鞋子还是有关系的，对不对？还是有关系的，对。穿气垫鞋的话，可能就比较会晃。对对。那因为这个有点像那个恨天高，所以看起来比较长高一点，但是稳定性没那么好。对，然后从这里。然后往前，对不对？完之后，对不对？对。然后我们把脚尖，我们用脚尖，对。对。简单版就是脚尖都一直留在地板上。是。往前带。前。往外绕。往外绕。然后微蹲。哦。所以我的脚趾头，对不对？就是想象把它往前带到前面。嗯。画个半圆。画圆。又回到原来位置，然后两只脚一起蹲下去。好，所以从后面拉到前面，画圆回到原来的位置。对。然后，要是。可以一点点平衡的话，对不对？就是把脚抬起来，然后往外绕，我懂了，所以这个是进阶的进阶版。不过我们先做初阶版。初阶版就是脚趾头都一直留，你用你的脚趾头，轻轻的想用你的大拇指头，对不对？然后往前画一个半圆，然后蹲下去。好，对，然后蹲下去，把自己的脚像那个水彩笔一样，对，在地上画一个图，像蜻蜓点水一样的画图，涟漪这样。好，蹲，从这里，这是第四个动作。
就是一直在连续就对了。對，四个动作完之后，我们接第五个动作，直接这个位置留在后脚的时候，对不对？把脚跟踩下去，踩下去。OK， 这个叫金字塔。哦，所以把脚埃及的金字塔，所以它是三角形、金字塔往下踩。对，然后因为我们后脚要往外，它不是完全的瑜伽，因为我们会流动，所以我们把脚尖稍微往外一点点。往外踩，对，往外一点。然后两只脚推直，手放在大腿上，手放大腿，看旁边。哦，对，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臀部，对不对？推回到骨盆里面，把前面推到后面去，对不对？推回到里面，对。然后后脚再往后踩一大步，再踩一大步。还记得我们刚才前脚是弯，对不对？前脚就会自然弯，因为往后踩，前脚就弯。然后往前。好。对，这已经是第七个动作了。第七个动作。对，然后就结束。最后第八个动作很简单，手放在大腿上，手放大腿，把脚收回来交叉。交叉脚往后坐一下去之后，像太阳出生一样，把它往外做一个侧约亮的动作，侧推的动作。所以你会伸展到你整个侧边，然后往旁。哦，所以一边就是先做完八个动作以后，我们再换另外一边。好，那老师再从头再教我们一次，从一到八的动作。我们从左脚开始。从左脚开始哈。对，侧弓箭。好，侧弓箭。回到三四。三四。后弓箭。后弓箭，对，然后停留之后往前，往前，脚点地，脚点地，再回来，再下蹲，对，然后脚尖往前，身体这时候就回到正上方，然后往外绕，绕的时候另外一只脚也是弯曲，这样弧度才会大，是吗？对，你也可以选择，因为其实站的时候其实重最主要在髋，对，可是要是你是脚在下面的时候，因为你要加大这个范围，所以你自然会成弯曲的动作，对，然后最后。微蹲，对，左右大腿，然后踩下脚跟，踩下脚跟要完全踩在地板上，对，两只脚推直，手放在大腿，手放大腿，对，然后可以的话，第二个动作，然后把胸口打开来，举手，延伸，然后呼吸，一定要带呼吸，然后把脚往后踩一大步，好，后面的脚推一大步，当我往后踩一大步的时候，我手就自然的放在大腿上方，是，靠向耳朵，好，贴到耳朵的位置，然后。最后收回来，前脚不动，手放膝盖，对，把后脚脚尖轻轻的点，再微蹲，所以你会觉得这块被启动了，对，臀大肌的地方，然后再往上拉回来的时候，手轻轻的，哦，对，还有最后一个动作是向外，对，这是一起的，因为你要先蹲低。你才可以爬得更高哦。好，会从下到上，对不 对？所以这个动作呢，再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多练几次，对不 对？待会我们会一直练习，一直练习。所以观众朋友不要怕不熟悉，因为刚开始第一个就是印象课程，让你的身体像一个记忆体一样，不断的重复以后，肌肉会记忆所有的流动啊、方向啊，然后最后再把它串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哎，身体就活起来了。哦，所以这个皮语跟一般的瑜伽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因为一般瑜伽就是停留，一直停。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听到瑜伽都会害怕，哎，他觉得说我骨头很硬，我没有办法做瑜伽，尤其是男生，男士们对瑜伽是可能有一点害怕，因为觉得关节很紧。哦，我们其实在肌肉跟柔软度之间找到平衡点，在这堂课里面。好，那所以我们让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喝一点水，再回来再教观众朋友更深入的课程。记得喝一点水，带点毛巾，因为待会你看我刚才动了一下，我就开始流汗。对，所以也会全身。对。当我们把手举高或是活动的时候，身体开始在产生一个热能，你就会开始流汗，就会燃烧。好，老师，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喝一点水，马上回来，等会见。待会见。嗨，欢迎观众朋友回来收看我们的健康101。我们今天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运动，叫皮瑜塑身。哎，皮拉提斯加瑜伽塑身。对。所以刚节目的后段呢，我们有跟老师讲说，观众朋友其实对瑜伽，尤其是男士对瑜伽有点害怕。对。但是这个呢，就比较属于中性一点。对。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起做。就是肌力跟柔软度。对。所以我们待会也会请到男生跟女生。所以多训练一点都可以啊。好，接下来我们也是一样，请到我们的 Betty 老师。哇，我们突然被闪到。很好。嗯，对。这是特殊的造型吗？怕大家看不到我。很难了，老师你这么漂亮。对呀，啊，对。这么漂亮。你借我戴一下好了。这个是在送给你戴的。
等一下，我可以这样做吗？可以，没有问题。对，其实我们这个课程其实很在国外都很流行在户外做，户外的空气，然后你又呼吸到，对不对？但是这个太阳折射太厉害了，好看吗？好看，好看。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欢迎我们的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欢迎 Jimmy 老师。对，哎，七秒老师，你没有带一样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来，来感受一下夏天。好，谢谢台北婷老师，太可爱了。好，所以我们准备要开始一起塑身了嘛？好，对，我们今天，因为动作我们会在过程中学习，所以我们不用特别再讲动作。好，对，那就是配合音乐，音乐让观众朋友不断的熟悉练习，重复再重复。然后最后我们会停留在一个动作去帮助我们伸长我们的腿。好，那老师可不可以就是替观众朋友要求，对，第一次做的时候慢一点。没问题，我们第一次做会很慢很慢很慢，而且会提很久。然后我用看着就好。这个没有办法。对，好，对，哎呦，好吧，为了观众朋友，我牺牲一下我。准备好了吗？好的。对，所以我们要来一点点音乐，对不对 ？Come music。OK， 来，我们把两只脚没有走路，没有走路，放在 mountain 里面。对，因为是疲于塑身，所以我们先把呼吸带进来。呼吸。对，可以吗？好。来，双手借我吸气，往上吸气。有没有往外打开来吐气？OK， 呼吸的话是鼻吸嘴吐吗？其实我们不强调鼻吸还是鼻吐或鼻吸嘴吐，是自然呼吸就对了。对 ，OK， 试着想象上来的时候，想象肚子往内收，然后把你的胸挺起来，眼睛看向 sky 的天空往外。最后一次吸气往上，啊，非常好，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第一个新动作，好不好？侧弓箭，踩下去。膝盖脚尖，手放在大腿上，然后 hold 住，撑住的感觉，对不对？你也可以不撑手叉腰，手叉腰，保持身体打直。那老师哪一个比较厉害？对，对，来回到 mountain， 对，弓箭往后，对，OK， 可以，我们把后脚膝盖弯曲一点点，对，我们把两个动作组合起来，好 ，OK， 侧弓箭。一二三，是 hold 住，回到 mountain， hold 停在这里，要慢一点点，弓箭往后，对，再回到 mountain， 对，可以吗？可以。再练习一次，右脚往旁踩下去，对，回来 mountain， 弓箭往后 ，OK， 这时候 flow 了，再次弓箭，回来，侧弓箭，停在这里。对，来，我们要像飞机一样，把手打开往前，飞机向前，啊，可以尽可能把你的胸想象往前，像佩服你吗？可以，可以，可以，对，你可以选择把脚再起来一点点，对，非常好，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把脚尖放在地板上，来，膝盖由前往前，再往外，然后往下蹲，看向前挺胸，再一次，再往前点，对，往外绕。然后往右一蹲，准备好了吗？停在这里，来飞机往前向前飞，对。老师这样左边屁股酸，有点酸对不对？来点地，往前，这个是对的对的，往前绕，往前绕，往后，再往下坐，准备好了吗？我们把这个动作加快，飞机往前，一二三四，回来 ，hold 住，挺胸，大腿可以的，我们把脚抬起来，往外绕。往外绕，慢慢蹲下去，蹲，可以再次回到弓飞机停留，呼吸，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再把脚往前，要不别屁股快爆炸了。对，我刚刚不应该替观众朋友求情的，老师你坐快一点。OK， 走，继续往上。往上，对，我们要从左边开始。从左边开始。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右边已经会了。所以左边一样在练。观众朋友会不会想到左边就跑掉了？不会不会不会。对，准备好了吗？不能。你怎么打哈欠？左边踩下去。不能跑掉，对不对？不然这样屁股大腿一边。对，一边大一边小，这样不行。我们现在调整。对，确定你的膝盖、脚尖、臀部往后，然后保持身体挺胸。OK 了吗？好，可以。来，回到 mountain， 后弓箭往后，手叉腰，挺胸。哦，看，
金明老师的胸多么大。这个不是重点，要看这个。准备好了吗？我们把两个组合，因为右边学过，左边也一起来。两个八拍停在这里。你讲金明老师，他会很骄傲。真的吗？那我讲贝蒂老师好了。来，收回来，弓箭往后，挺胸，两只脚维持，记得脚跟怎样？要提起来。提起来。非常好，来收回来，再一次侧弓箭，一二三四，收回来。弓箭往后，虽然我们看不到观众朋友做的正不正确，但是我想他们应该是很棒的。一个跟着我们来就没问题，收回来，侧弓箭往后。OK， 并腿。并腿吗？还是并腿？并腿。准备好了吗？好，把脚收回来，往后点一点。我们要记住飞机。刺，飞机的刺。好。来，往前停留。好，这时候有些人想要挑战，就是把脚抬起来多一点点。哎，我们可以手牵手吗？可以，对，我们要一起飞翔，对，飞到远远的地方。好，来把脚尖放在地板上，来把你的脚往前画个半圆，画个半圆，然后微蹲，屁股要朝向正后方，然后站起来，再一次往前，然后往后，往后，然后绕，再往下蹲下去。可以的，我们试着抬起脚，抬起脚，对，从髋部，然后慢慢的蹲下去，最后一次练习，呼，打开来，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然后蹲下去 ，OK， 把脚并回来，那个脚有点皮皮宽嘞，皮皮宽，一点点 对，接下来我们把后面四个动作加进来，后面四个动作，对，来，脚尖往后，右脚换脚。踩下脚跟，踩下脚跟，手放在大腿上，手放大腿。这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假如可以的，你要想象把你的臀部往后面推直，后面的脚尖微微的向外侧一点点，所以你要感觉前面的大腿紧紧的，后面的脚跟踩向地板。OK， 举起你后脚的那一只手。可以选择看脚尖，也可以选择看天空。对，我需要把你的后脚往后一大步，一大步，这个叫勇士。哦，勇士。对，既然是勇士的话，把你的手靠向耳朵，从你的脚跟头部直接一直线，来，准备把你的后脚收回来，微蹲，微蹲，然后伸长向侧面，再一次往下。再往上拉长 ，OK， 换脚，左脚。好，所以你知道观众朋友学这些动作呢，他应该感谢你，因为照相就有其他的 pose， 不是只有耶、yeah。真的吗？来，我们一样，记住我们后脚一定要往旁边，因为这样转换的时候，你的骨盆才会在顺位里面。臀部要摆正，对。对，来，我们看一下金明老师那个方向，哇，好美的背部哦。可以的，我们要想象是从你的胸，而不只有转腰，所以把你整个胸打开来，然后呼吸。啊，为什么你一直笑啊？准备好了吗？把你的后脚往后一大步，然后靠向你耳朵，前脚弯呢。你看，要么 stay with me， 跟我们一起停留，跟我们一起停留，保持你的右边的肩膀一定要放松。有些人会把肩膀耸起来，其实要把肩膀放松，然后往下。对，还记得吗？把后脚收回来，然后眼睛看向前面，微蹲往下，下下，然后往上，往上拉长。对对，老师就是这个 pose。再次下。哪个 pose？ 就这个，好像很好看哎、啊！一起拉长 ，OK， 收回来，回到 mountain。对，所以我们可以组合了吗？可以组合了。可以组合，对不对？我们把右左边组合一次，来侧弓箭自拍，一二三，收回来 mountain， 后弓箭手叉腰，然后身体停留，把你的飞机往前飞，向前。可以的，把你的脚往前，然后往后，然后想象自己在空中飞翔。对，踩下脚跟进入到金字塔。哦。打开你的右手，
将你的手往空中的方向延伸，把你的脚往后一步，然后将你的力量传递到我们，呼吸就好。最后我们把你的右脚收回来，然后我们会停在侧弯。对，老师，你累了吗？我应该有做倒立，所以方向感的。然后把你的手合掌，合掌，回到心，回到胸，换左脚。老师在做左边的同时当中呢，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再见了。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呢非常短暂。然后为什么？你看我流汗流到眼睛了，非常感谢。我脚抬起来。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健康一零一。好，在这个平衡当中，我们要跟观众朋友说再见。非常感谢中根健康生活世界提供我们这么棒的节目。对，然后感谢一鸣老师提供给我们这个疲于塑身操，让观众朋友能够在这个优美的旋律下尽情的享受他的身体的运动。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谢谢吉米老师挥挥手，还有谢谢我们的贝蒂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谢谢一鸣老师。谢谢，你看这个我们特别安排。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